没有啦。其实办我还带过嘞，不止办过，我还带过，还带过联谊活动，跟我们后面的宅男照相公司合作，对对对。结果后来我们公司派出来联谊的女生，没有在我旁边那个服务人员漂亮，大家都去跟着旁边服务人员走。对，内涵啊，对，没有错，没有，那时候是去带联谊活动啊，对，我不是去参加，我是去带联谊活动，对，嗯。